再见怦然心动是由李余润和徐若涵等人所主演的甜宠校园剧，剧情改编自小说草莓印，讲述了高二生的女主沈心若转学到了明理中学，寄住在爸爸好友家中，与其儿子陆心言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又是同班同学，一个是颜值与智慧并存的校园女神，一个是传说中风流倜傥的败家少爷，既同居又同班的两人从互看不顺眼到相看两不厌，年少时的相遇最为欢喜，重逢后的心动更为甜蜜，既是怦然心动的纯真爱情，又是啼笑皆非的同居故事。该剧已经定档，将在10月8日开播，喜欢的观众千万别错过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